我看到有人在用手电筒帮他打灯。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主视觉，可能就会取代过往的那些视觉。是我们这次举办这个绝版品的初清的拍卖，咸昌大拍卖，主要也是希望能够把过去八年累积下来的各种小屋做一次性的整理。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告别过去的旧时代，而且寻找新的力量，那同时让大家能够有所期待。所以的确我们会在未来有一些新的形象、新的视觉来做呈现。那今天的活动我们也包含了从一开始会有一些歌曲的演出，也希望能够用一首庄严的歌曲来献给回向给过去这些时代力量的冤亲债主们，也希望能够让时代力量告别过去的这些恶业又或者是苦难，那同时也祝福时代力量能够有新的开始，迎向新的力量。那中间的这些过程还会有除了歌曲的表演演出之外，也会有漫才的演出，那当然也会有福袋的拍卖，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过去的时代力量的这些商品来做拍卖和出清。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其实很需要的去对过去八年的一些重大的政策又或者是曾经做过的事项来做一些检讨，那也从过去的经验能够来调整重新再出发。所以当然大家会对过去时代力量发生的这些各种事情感到好奇，那我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这边跟我们一起经历看待过往的八年。其实政党这八年来有许多的人来来去去，那我想不论是谁，其实都是累积成现在时代力量的一部分。那告别过去的时代力量，当然其中也会包含国昌，他也是时代力量的中辍生嘛。那我想未来的时代力量不会有国昌，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他，我觉得所有的过去的人们如果对时代力量有所影响，他如果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来表达意见，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今天在活动的当中也会有让对过去又或者是现在支持时代力量的人站上这个舞台来一起讲讲他对时代力量的感受以及他对时代力量的检讨。